这都是些稀世难寻的宝贝，就算是陛下想要集齐都很难。但还真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集齐了所有的材料。果然是把好弓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品。不过，什么？这把弓箭，他需要认主。 他认主的要求有点特殊，怎么个特殊法？需要海底妖王九头妖的妖血。我知道如今大荒内听说过的九头妖，也就只有那个九命相柳。听说他性格怪异，很不好相与。难怪这把弓箭没有人敢要了。 哎，没办法嘛，那么多宝贝，没有九头妖的妖血也镇不住他们呀。不过你是昊灵王姬嘛，你爹可是昊灵王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这真的是一把绝世好弓，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后悔要它的。这把弓箭，我要了。找我有事啊？我把昊灵王宫里面的灵草灵药全都搜刮了一番，炼制了几瓶上好的毒药，还望师傅笑纳。 有事直说。这把弓箭是从金天士那里拿到的，你觉得如何？不错。但可惜还没有认主，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二成。我需要你的三滴精血，助我将弓箭认主，可以吗？ 认主成功了，谢谢。只有口头感谢啊！你拿了我的血，难道不应该血债血偿，让我吸口血吗？师父，请笑纳。先欠着，别赖账。不敢不敢。是不是在海里躺闷了？嗯嗯。 带你去海上看月亮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今夜是上弦月，像一把弓。每次满月时，我都要跟你疗伤，不可能带你到海上来。我也好多年没有看见过满月了。 好多年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吗？喜欢吗？你若是喜欢，每次满月的时候，我都带你来海上看圆月。这是海上的大涡流，我在这儿呢，不用怕。 皱眉了，不高兴了？那我给你变个戏法吧。
下雪了，些许难寻的冰淇为何没有人要呢？你是来取冰器的吗？你稍等啊。给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满意？这可是我此生的得意之作。啊！这副弓我不要了。什么？你不要了？你这弓箭我压根用不了，拿回去也只是摆设。难道你浪费了我的材料不说，还要再讹我的钱财？反正不管那个人为什么不要，但绝对不是我没铸造好啊。那你看，就是这把，你看看。他以为我配置的，我的目标就是要毒倒你，为此我还耗费了不少药材。又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因为我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你。我害怕你。亲我一下会比死更可怕。我哥哥也就是苍玄了，有一次晚上我们两个聊天，他笑我毕竟还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子。接着说。虽然可能性很少，可是我还是害怕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。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。Ha ha ha.